弟兄姊妹们平安。经过一个礼拜的辛劳，我们又回到神的殿当中。那我们没有什么比我们安静下心来敬拜神更好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先祷告，安静的祷告，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，来单单仰望神，把我们所一个礼拜的劳苦都交在神的手中，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掌管我们的一切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我们的敬拜，宣召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，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，要用琴歌颂耶和华，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，用号和脚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。我们用我们起立，我们来开始敬拜，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用众水的声音在宝座前敬拜他，赞美他，神羔羊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
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而耶和华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他仍然坐着为王。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，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。伸出我们的双手来投靠耶稣，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，他是我们的力量。Thank you.
见你，有你我们的生命不一样，也要敬畏你直到永永永永。请起立。低头祷告。